市面上环保商品琳琅满目，各有优点，那也都会有各有缺点。那蜂蜡布也是一样，它有好有坏。蜂蜡布的优点是100%纯天然的，它还可以有第二生命，它可以变成火种，所以它就是100%都不会有任何废物产生，是一个零废弃，一个很好的东西。登场，那佩佩姐姐，海龟姐姐。